Hello， 大家好，好多家人们没看到非凡大师的一个红色，今天我们来这里拍一台红色给大家看一下细节图。像我这种喜欢实拍的，就是来细节的，现场拿起来就是拍拍来玩一下。看一下这红色，他说这个后盖是烧出来的工艺，你看，它是一个油漆拼这个，又不像玻璃，应该是有一点塑料感，因为我指甲掐下去，它的声音怪怪的。这个玻璃盖板就是昆仑玻璃，听说它耐刮划痕挺强的，指甲怎么刮都不会有划痕的。这主题属实挺霸气的，红色长这样。其实也不是很亮眼。拜拜，没什么好看的，阴暗间就在这里。